科技特地为了三种族群，在 CES 展中找出适合你的科技小物哦。你最喜欢跟朋友一起连线打电动了，但是家里只有一台电视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是男人间的约定啊！这次 CES 展出了一种投影幕，厉害！透过特殊的光学结构，让荧幕在不同的角度显示不同的画面。有了它，再也不用抢电视喽，还能边打电动边陪家人看电视呢。最喜欢户外运动了，但是出门运动最困扰的就是紫外线了啊！白的出去，黑的回来，连你妈都认不得你呢。CES 这是展出了一款超迷你的贴片，这个小东西啊，比指甲还要小，只要贴在指甲上面，内建的感应器就能侦测环境，随时掌握紫外线等级，还能提醒补擦防晒哦，真的是太实用啦！有了这个，你就不用怕晒的哦，妈妈的哦。身为一个科技迷，手机、平板两只手都拿不完呢。可是充电的时候啊，全都缠在一起，比蓝色蜘蛛网还要纠结，还要被困在插座旁边，好困扰啊！ CES 就是展出了一款真无线充电，只要接上专用的接收器，让发送器捕捉到你的位置，传送电波充电。不管你是躺着玩、坐着玩、站着玩、趴着玩，都可以摆脱束缚，轻松充电啦！这几项产品你最期待哪一个呢？赶快分享给你的好朋友看啦！如果你有看到更有趣的科技小物，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哦。秒懂超科技，我们下周见。